上去就是等一波啊，然后什么都看不到。当然啦、啊、又想靠一靠鞋。我想丢个雪球丢进去看看。哎呀、的话就会被雪埋起来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就跟我用筷子一样，就跟我用筷子一样用不好。回头看，是他的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是他的，是他的。Over there. Thank you. 哎哎，不要蒸发啊，吓死了。Hey, just there. Not too far. Thank you. 比较出血一点。
嗷！欸，真的雪很松欸。我现在顺便观察一下，如果那边一直切过去，再过切过去，再切过去，大概会到哪一边？啊，接下来嘞，还要再直走吗？还是怎样？不知道，刚刚那个往下的，你如果走到那边，我们就死定。什么叫往下的？刚刚缆车就下的那一段。哦，有道理哦。不，应该不会，因为往下的那个湖是一堆人走路。的左边，我们现在在一堆人走路的右边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是，我没有要去啊，我只是在想而已。那里雪真的蛮厚的。东看西看啊，边界线到那里，就这样，好吧，往左。很轻松欸，一直山上切下去不用花力气。这里好欸，但是不能进来吗？这一块是不能进去吧？它前面围起来了，这里雪好厚。Juju 也成功了，成为了一个雪场推平者。你看这里，很好吧？刹车的时候造成的。怎样？你也要进去体验一下山羊下山法吗？
很难，就中间挡路的那一块很难。对啊，我们刚刚也有走绿的，但是那个绿的好像 Kiki Kaka 声音很大。哦，那是绿的、哦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是在右边，不是。右边有一个绿的、啊，然后前面我们这个岔路每次都走右边，这次走左边看看。这一次走左边那边，好像是比较简单的。那边直走，跟着棒棒走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一个黑，这次走这边好了。先回去。右边绿，右边红，这前面黑，前面两个黑。OK 吗？慢慢。哎呀，应该反而比较轻松哦，我跟你讲。有一次好难刹车。哦，不妙之处发现了，这里被人家画好馒头了。不妙之处啊，那就大横切吧。那个人走的会不会更好？他走掉了。好像也没有比较省力，没有比较省力。怎样会比较省力？我以为粉粉的话反而比较省力，但是因为是馒头，结果没有比较省力。脚酸啊，在休息，酸。
很多的馒头，很多馒头。很多人来了。阿嫂，想说拍个照，第一次来这。蹭边边，蹭边边的雪，一直蹭就滑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还好，还是用深雪滑吧，就是边边雪比较多啊。好，
要踩下去。要踩下去。像乌鸦一样那边叫啊！摔了才撞，撞上去啊！哦，下面潜藏冰馒头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下来了才发现是冰馒头。把手把那个手套手指夹到板子下面，那个脚底踩的下面。啊、你那个发出那个声音还要啊，还要中间带那个沙哑乌鸦声啊？你为什么那时候要模仿乌鸦呢？很痛啊！啊！头上一块血，我就想呼在地上去。哎，这里其实是看到羊蹄最多的地方。嗯，我的工作上有写吗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刚写进上都是吗？那是雪镜啊。好玩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这里先玩黑线，没有玩就摔那么惨。你是突然陷进一个坑，然后就摔了，还是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是看着我？我有看着你啊，我看起来像是。像是你进了一个坑，然后那个时候身体要凹一下才会推出来，就是要有预备动作，你没有看到它的话就会那个了。夹到手指好痛啊，连手指哦，手指是夹到手，中指是中灯，再把板子压回去的时候。对啊。哦，但是就是看不见啊，还要再拍一张吗？嗯。哦，你说我们黑线都没来玩，就是这些了。对啊，要不是昨天出太阳，这个变成冰馒头的话，这里应该还不错玩，我觉得。冰馒头。啊，你不拍照吗？嗯，我拍一张好了。因为这里是山，那个上风的背后，你看这里就没有什么风，嗯、上面就稀里呼噜吹。吹得很要命。好了，这边往左也可以，往右也可以。陆续有人来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外国人都被吓到了，就说天哪，都是冰馒头这样。他们也觉得很难。如果这下面不是冰馒头的话，他们一定就会呜呼发疯似的乱叫。
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就很平了啦。我觉得我刚刚好像也有撞到脚，是哦。我现在觉得这里痛痛，痛痛的。就整个亮啊，就没东西，而且撞到硬的东西。嗯，就是冰馒头。不过这里有人在山羊山，我看一下。我看山上，那应该很陡吧？那个就是。我觉得我刚如果切切切的话，就会跑去那。但是这里的树好像都太密了点。哦，你说要穿过去？对，穿。如果是用爬的话，他们就不用穿过树了，因为他们爬的话就是顺着那个道下来。但是我是切的话，我就要稍微过点树才到得了。山体山这么大，又看不到。今天就这么大了，好像比你爬的时候差一点。你说我刚刚？你爬的时候下面没那么雾、嗯。好了。来看今天最后会不会放晴。哎、欸。我觉得我又要雾掉了，糟糕。嘟嘟嘟嘟嘟。下段还不错。对啊。上段实在是摔死我了。下面就一直横切啊，享受粉粉。那我又想说，我还要爬回去拿，然后有人就哎姐姐嘞，然后就帮我拿了。嗯。我就 thank you very much。嗯。下面就跳跳跳啊。这里又变陡一点了，所以又变成，啊？都是硬的，一直都是硬的。那段不是比较松吗？那段下面还是冰馒头。你要擦？是啊。手套，懂。玩着缆车在这儿。我看到了那一栋公寓啊，那个公寓就是我们早上停车旁边的那个公寓啊。我去查一下那是什么意思。他说玛雅还是什么，我猜是玛雅。啊，他们又躺下来了，加速逃离啊。哦，下面可深的嘞！你等我一下，我找路出来。你不要再往下滑了，因为我这里看到有一条路，好像没那么好哎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可行嘞。要往右切，有人切过，
我只听到声音。好了，你拼一下，大概三个弯，横切三次就好了。这里可以下，人呢？太雾了哈，全部的防寒都解除，然后都往下拉，然后口罩拉开一点，额头拉开一点。好，先口罩而已。太热，太热。嘿啊，冲哦，太累。
都可以啊，不会，你要坐前面的话，你先进去，他就会放。
在右边。有啦，比我刚刚说要拍的时候清啊，看得更清楚一点。一点点，我觉得后面我看到留守都了，后面有一条、两条、三条雪道，我觉得我看到留守都的雪道了。你是说很远很远那个山哦？对啊，东山。那就是啊。我猜是。天气哦，如果是连续下雪下它一个礼拜，太阳不出来的话，这里应该那些红线都还 OK， 不会让你刹不了车。Clubhouse 已经不行了吗？完全不行了吗？啊 ？Clubhouse 好像那个 app 已经下掉了。真的有这么快？对。都是它跟聊天室有什么不一样？没什么不一样。
个博物馆很贵，再换一家。而且我看它会是情人节套餐，然后很贵。晚上五点半营业 ，Rosso Rosso。松板牛菲力超软嫩，怎么全都是台湾人过去吃啊？鸡排1900，29分是25。鸡排1900，猪排2000。可以吃哪里？鸡排1900，猪排2000。那有多好吃吗？你客气啊！比我刚刚那个10000块的新多4.4。几个人评的？我刚说了有很多台湾人的评语。26而已。哎，现在视线好好哦，好好哦。Yeah.我要拍一下这个盆地，你看嘛，你看嘛，我就说右边是人走的路啊，湖的右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湖这个人走路更右边。这些人走路爬，就是走那条路上去啊，爬过去。所以我再怎么切也不可能切到这个湖里面啊。对啊。我没有要去，我没有要去。我现在决定趁着旁边的那个雪，山羊下这样下下来就好了，省力划算。我现在是不要放旁边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啊？我刚刚想说我是。你在调节冷暖度吗？我肉比较瘦，好日子。山上好像看。也是还是看不顺心。对，那里风肯定很大。你要上了？不要。上面的配置跟这里的配置完全不一样。反正我们也不会再去黑线那边了啊，所以应该不会太热。Thank you.
山羊倒地。啊？山羊倒地。你有听到我吗？啊！我就是听到，我才回头看。怎么了你？我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。山羊倒地。今天软脚。今天很不行。来，往那边去吧。人的 身体结构啊，没办法扭膝盖，膝盖是不能扭的，所以呢要做旋转的时候啊，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屁股坐下来一点的话，腰转就有办法转反了，所以啊有点像这样。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只脚也比较这样一点，就是符合这样子踩，对啊。听到直升机的声音，却不知道直升机在哪。三个山羊，因为这里其实是可以下，你只要不要超过那边就好了。所以你看他们转方向，想改从右边这样，很粉啊。对啊，那就随你高兴的滑法。我用山羊切过去。两只山羊，两只山羊。下得去啊。
这边下去就接回去了。啊？这边下去就接回去那个红线，然后也可以冲下去，往右一冲就冲回去。这样。好吼！对啊，这一块，我上午路过的时候，我说，怎么看起来这里都不大有人，是不是都围起来？然后刚看到路口，已经有很多人切进来了，刷掉了。这太难了吧？这太难了吧？这虽然放红棒棒表示你可以进去，放红棒棒哪是表示？拉的线是说，可以进去，但是有点难。对，那拉的线就是都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个人就这样切进去了。让我们帮忙把墙壁铺平，是吗？墙壁铺平大队，把它铺平。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很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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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渐渐也要变成雪场铺平大队，日行一善，铺平。有一条路哎、欸，哪里？直走啊！哪是哎、欸，凹下去哎、欸！我看到路了，很多人都滑过去。哎、欸，跟我来！就是路啊，就是路啊，那就继续切。而且那里还有指标哎、欸嗯，他说，因为如果不是从这里下来，要怎么去吼？那上面也有人来了、嗯，会不会是那些那个爬上山的人滑的？嗯、对啊，嘿、嗯，都是粉，弄个粉。
我们看到直走是黑的，我就跑出来，就说这边是红的这样。这是黑的。不是啊。那个黑的我们去过了，就是那个馒头黑啊，那我们就绿下就好了。这块还蛮好玩的啊，等一下都一直切进来玩那个好了，因为那边的粉好像不大有人在用，我觉得好没有声音哦。这里还是粉呢、欸。然后你就不要到九九三两节。好，这样侧降下来啊，侧降。然后我要去看一下。对啊，去啊，你侧降以后转过去，吐那边就好。哦，好亮哦。我这里刚好啊，是啊，我这里越过树林跟线，我好了。他说这条是绿线，我不认为，我觉得这是白马的那种很陡的绿色联络道，或者是声音的关系。出来更多了。有点在树后面。啊，下去很正气。好，很好。下面好多棒棒哦，满山满谷的棒棒。你是说之前那都没有围起来？我觉得中间有些雪太厚了，他不希望有人进去。我刚刚突然间脚不大对，跳了一下，我就用这个方法上来，奇怪了。这里是轻松粉，轻松粉，可以下。这个太窄了吧。好，继续走好了。反正等一下我们还是会路过这里。
有轻松本不走，省省力气。好，拍照还是这里吗？好、啊，去放放那里。我再下去的话，电线又更高了。这样可以。好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呼，好，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好，有什么？没有，废话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好。不用了，别回没机会了，没关系了，有一张就好了。嗯，真不错，算是有看到了。虽然说云也在动，我帮你拍了，你下去。我已经拍好了。你下去了。我不用啊。那你每次泼我的照片，你不要老是泼我的照片。我后来也有泼我的、啊。有。我帮你拍一张吧。嗯，不用啊。我也想拍你一张，你下去。半身哦，一身，然后全身，一身，不稳重还得下全身，一身，好，全身很好哎，直瘦比较好。嗯哼。越来越低，还可以。哎，你看，看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了。你看这样子。啊啊啊！没有手指。但是你的音量我是可以拍的。对，但是我怕你会动到。嗯。喂，三二一。好，一张镜相机放低一点，看我会比较没那么。喂，三二一。好。好。瞄一眼。而且你山是歪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是对着后面拍的。好，可以重来吗？你可以看一下我帮你拍的。因为我的好，来就拍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现在逆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请你下去。我下去。对啊，再下去。好，预备，三二一。完整的山哦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好，拿去。我检查一下。哎，还是不是我要的？我就喜欢我拍的，你都甩我。你可以看一下我拍的，我想要这样。你知道我怎么站的？你怎么站的？你转个弯，我也转个弯。我转个弯。转啊。这不是方向的问题啊。一样啊，转一下。我要站比较好啊。那你现在要先拿着手机。嗯。来。不先拿着，不是又要跟下？好，先转。这样就可以了。预备，三二一，
你不可以，你要低一点吧。你不可以，这三张你先看。我就很水软啊，就站的位置的问题。不是，哦，我刚刚有帮你把相机举低了。对啊。啊，你不要举低啊。再来啊。是啊。好。摔倒的吗？是摔倒的。走那种坡是不是比较轻松？那种坡，就中间有一点高的地方。其实那种韵律感跟馒头其实有一点像。所以练习过中间比较高的地方，也是一种馒头练习。
次滑完就是午茶时间啦、啊。尿尿间那个。就是我刚刚有思考、啊，我想说，那等一下刚好一起。就是滑去那个地方。滑去哪里？刚刚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刚那个岔路先右转。对。然后等一下的滑雪计划就是山羊擦边下。我觉得山羊擦边下是今天最神秘的滑法。现在太阳又不见了。我就在看我的照片，然后抬头，我觉得我的照片已经是最近。刚太阳很亮了、欸，还可以看到山顶。对啊。嗯。本次最清楚了。时候
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打算要回家了，就是想说中午吃完。那时候有口吐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左边看到山羊站，有吗？我看不到。四个人。你说旁边哦？嗯，我在研究这一坨雪。嗯，算了，擦边擦边就可以，用不着这么深入。这些应该就是我讲的那个爬上来以后滑过来。嗯，对啊。然后这有雪道吗？这个最起码你觉得数比较少，对吧？这是黑线啊，这是黑线。嘿啊，就是其实哈，我刚看了地图，沿着缆车旁边一路直直下去，就一条、两条、三条串起来的黑线。你是说地图的说？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有下过其中一个啊，就是馒头那个。对啊，我们是用红线还是绿线接到那个黑？但是这个黑也接下去也可以接到那个黑，就感觉不是很好。比较偏南面就是日晒嘛。比亚夫是偏东。我们的好吃的地延到明天去吃海尔的吧。啊？你也会带我去吃海尔的吗？花园？就要去花园逛啊。对吧？会去吃吗？对。也没有地延啊，其实本来是今天吃这个，明天吃那个。那就算啦，今天就省钱了。那就说也没有很省啊，也要2000块。就是让你吃泡烂的咖子。那虾子比较神奇。那个虾子这样子泡成这样，泡到皮都掉了，这样子很不好看哎、欸。现出原形的虾子。猪排还好，虾子真的是不太行，我觉得。嗯。猪排还好，因为它这样变很软，反而整个很好吃，觉得。没有吃炸的，觉得会刮伤。嗯。对啊，但是虾子那样皮都掉了。真的是 MO 吗？哇，有木啊木啊，至少雪是小的，一大早雪那么大也很烦。嗯。哦，怎么办？我的头发，还是我现在应该要弄一弄？你要怎么弄？头发啊，因为我的头发是那个的。要一组。